还没到呢，你对吧？给大家那带我个来气氛什么的。，OK，气氛，哎呀，那我想唱这个歌，那我不唱了，我唱个别的吧。等会儿，到到了，那可以了，那我不唱了，我不唱了，没事，我等会儿再唱。来吧，咱们玩的什么？咱清们新开是年干嘛来着？六，干嘛的？开火车，开什么？开开什么？什么？谁的电流？开什么？要怎么开？谁的电流？要怎么开？有电流，有电流，有没有电流。电流啊？等一下，让我抽选一下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。好，六九。行糊了，弄鬼呢你 来，咱们本着一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抽奖原则啊，咱们就是说我刚才也给你走过程了，我本来可以让你直接杀的，但是我都走过程了，好吧？然后呢？然后你杀吧，开火车吧。真该死呀你 全麦都在吧？都会开火车吗？不会的，说一句话。哎呀，其实都会，就是二三四五六七八提要求就好。都在吧？点名山鬼，弟弟，我在。云宝，对。暖阳，就博轩。我不是很会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前面开四个人你就会了。元 宝，前面看来你就会了。到，阿拉蕾，到，哎，不用你们会，你们享受就行了啊。小火车嘟嘟开，开到山鬼哥哥家，山鬼哥哥快开门。哎呀，先来个撒娇八连，给我们润润喉。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，什么我没有词儿，可不可以就这样吧，好不好嘛，山鬼哥哥。今天你这个床就是别想，不是，今天你这个门你就别想进了。今天你这个门你就别想进了。等一下啊，好不好嘛，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，行不行呀，我不管嘛，你最好了，我爱你呀，人家要嘛，快开门呀，好不好。那给我们，你这样啊，你学我。好久没欺负你了。学我啊。我是人猿泰山，我是人猿泰山，超级 Super 赛亚人进化，超级 Super 赛亚人进化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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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啊！我死了！那你死去吧！学呀！啊！我死了！过去吧。行，好的呢。等着啊，小火车嘟嘟开，开到弟弟哥哥家，弟弟哥哥快开门。跟我读。好，我系三六九啊。哦，系三六九啊。微信转账300块，这个不可以说的哇。让你回繁星社啊。这个打咩说？我这个打咩说？绿泡泡给我300块，这样可以说。打咩打咩？抖音打赏300抖，帮你回繁星社呀！抖音打赏300抖，有点便宜了哇！300抖，从头来。喂，你好，我是369啊。抖音打赏300抖，帮你回繁星社，我向你敬礼啊，思路。喂，你好，我是369啊，抖音打赏300抖，祝我回繁星社，我向你敬礼啊，思路啊。OK，下一个。那你开不开门？开门，开门。好的呢。小火车呜呜开，开到云宝哥哥家，云宝哥哥快开门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不开不开，我不开。
不开，哎，不开，不开，不开，我不开。不去，不去，不去了，我转头回家啦。是回家了。小火车呜呜开，开到暖阳哥。哎，不是，这回家了，这回家了，这回家。他直接绕过了，绕过了。快点，快点。OK。小火车呜呜开，开到元宝哥哥家，元宝哥哥快开门。这样吧，你把这伴奏倍速拉到最高，你再开一遍，我听听。对，说拉到两倍，1.5是吧？啊，对，就拉到最高，看能不能踩上。哎呀，小火车呜呜开，开到云宝哥哥家，云宝哥哥快开门。嗯，这怎么是最高吗？某狗最高了。啊，那行吧，开吧，开吧，开了。啊，快开门呀，快开门！啊，开！就没了，真没意思，再也不来你家玩了。我手下留情，你居然这么说，好啊！车呜呜开，开到暖阳哥哥家，暖阳哥哥快开门！不开不开，你看看企鹅，把那个念一念。我看一眼啊，要念出感觉哦，要念出感觉。五藏和小次郎是谁啊？皮卡丘。皮卡啊哦啊！小次郎五藏是谁啊？啊，混天队呀、啊！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得跟我一起啪啊啊！嗯，因为我一个人啪两个人，那我啪哪个？你啪、啊、不对呀、啊，这是五藏吧？这是你开火车，为什么变成我？我也要参与、啊、好吗？哎呀，啊、好嘛好嘛，那、啊、你先开始吧。啊，我先开始啊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快点吧，这个台词！我问你呢，我啪的好啊！来来来来 ，logo logo， 韩立言主持群 logo。啊哦哦，好，等一下，那我要重新开始吗？稍等我一秒钟。啊，一秒钟，一 ，OK， 好。那我先开始啊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。我没问啊，人们你在说什么？问什么？我没问。你问什么？我没问。你在发什么癫？我没问。啊？你要问什么？问啥呀？你说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既然你是这样，好了，这样吧，你来问一下我们是谁。继续，你们继续。你倒是问呐！你倒是问呐！我没问啊。那你问呀！你不问，我们怎么开始？啊！你们是到底是谁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武藏下沉啊，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，白鹿，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喵。还有一个火山风。那个、你还没有念六九，怎么念啊？苏南西，对对对对，可恶，是火箭队，皮卡丘使用10万伏特，皮卡哇！啊，那过了过了，开不开门嘛？开，过吧过吧。哎，怎么开个火车还得陪小孩玩呢？小火车呜呜开，开到博轩哥哥家，博轩哥哥快开门。好、啊、那跟我学一段绕口令吧。好的。啊，
其实这个绕口令我说的也不好，就是一个广东话的绕口令、嗯、我不管，我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好吧。邮差叔叔送信迅速迅速迅速，邮差叔叔迅速迅速迅速。仔细听啊，仔细听啊，这是个啥呀？邮差送葱送错，邮差送葱送错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好听一下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说话，我要听。博轩，你再说一遍。只有一个音。邮差叔叔送信迅速迅速送错。邮差叔叔送葱送错了。既然你等会儿啊，我没听清楚。我跟你讲，说一下普通话是邮差叔叔送信纯熟迅速送出。嗯，好，你再说一遍。邮差叔叔送信迅速迅速送出。你们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邮差叔叔送信迅速迅速送出。懂了、啊。邮差叔叔送葱。不是，到底是送醋还是送葱？我想问一下。送葱，送葱纯属送错了。邮差叔叔送葱纯属送错。邮差叔叔送葱送错送错。邮差叔叔怎么了？送信，送信，送葱，送信，纯属送错，纯熟，纯就是很纯的纯，纯，然后熟就是我和你是熟人的那个熟，熟，纯熟，纯是送错了，就是纯熟的广东话叫做迅速，然后迅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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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送出，送出，邮差叔叔送信纯属迅速，我中文的读不好。有才叔叔送错，送叔送错。OK， 我看着这几，我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看着这几个汉字，你再读一遍。啊，有才叔叔送顺顺手顺。为什么你读到“送”那个字的时候就要卡呀？我不理解。啊，等会儿，有才叔叔是有才叔叔吗？从头来，送顺不是？刚才是你的网卡了。有才叔叔顺路帮忙带了一根葱，然后带错了。送顺错，送错。邮差叔叔送信迅速迅速送出，怎么样？行吧，行吧，差不多。怎么样？啊，过了，过了。怎么样？OK OK OK， 谢谢博轩哥。你好像被谁掐喉咙了？等会儿没卡上。火车呜呜开，开到济然哥哥家，济然哥哥快开门。不开不开就不开。邮差没回来，不能把门开。你要不开我就走了。我不开你不能走啊。那你要怎么才能开呢？你挑战一锅字七种警句。什么什么？一锅字七种警句。一锅字七种警句是什么东西？一锅字七种警句。一锅字七啊，哪个字 ？Green。Green。啊，你说吧。一个字七种情绪。滚，你先说普通的滚，随便来，平淡一点。滚，撒娇，滚啊，紧张，谁笑呢？搁那儿，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为什么要说滚啊？紧张不会说滚，就滚滚滚滚滚，紧张怎么能不说滚呢？滚滚 滚，害怕。刚才那个好像是害怕呀，害怕。滚！那你紧张，重新来一下。紧张，重新来一下。紧张，紧张。我想一下啊。紧张，你换个情绪吧，好不？七叔，你换一个。我不，我就要紧张，我就要紧张的说滚。我先紧一下。滚！我觉得不够紧张。你这深呼吸，滚！你示范一个紧张滚。紧张的。啊。这是啥玩意儿？滚呢？滚呢？滚呢？哮喘！滚呢？滚！滚！啊！滚！啊！啊！你那是学青蛙？谢龙，谢龙哥。啊，行，算你过了，紧张算你过了啊。然后是害怕，害怕。滚滚滚滚啊！滚滚滚滚滚，可以吧？我觉得你这是嫌弃。不不不，这个是我感觉更像是兴奋。
兴奋就不会滚了，兴奋你要来呀。绿茶，绿茶滚。绿茶，绿茶，这个我还真真得跟你学学。哥哥不会自己滚吧？哥哥不会让我滚吧？哎呀，绿茶绿茶，滚！你这是撒娇？滚！啊！我有点没反应过来，这什么话？这是妩媚吧？啊！这个滚多少有点绿茶绿，我觉得就是哥哥不会要我滚吧？哦，你要是一个字是吧？那就滚啊！就应该是滚嘛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嗯，我觉得失望的挺好，失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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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滚！愤怒！滚啊！这就这学校，爆发式歇斯底里的绝望。我刚才那是啥？你刚刚是愤怒，那个是愤怒。你要再歇斯底里一点。你怎么老撞题呢？这个人就是音再高点，音再高点，突破数。不是不是，你说愤怒，可能就是很短促的，滚。嗯，对吧，爆发是歇斯底里的才是你刚刚那种要喊到破音的那种。滚啊。好好的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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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开门了，开门了。小火车嘟嘟开，开到雷雷哥哥家，雷雷哥哥快开门。嗯，我爸我说了等我滚归，我生气了。什么什么，我爸我说了人家鬼鬼生气了。我属闰土的，你应该今天重新认识我一下。我属闰土的，不要跟我说这些话啊。等一下。嗯，我是要说什么吗？是要对、啊、说条件是吧？对对，你说条件说吧。嗯嗯，可以把那个吗，就是猪猪侠那个主题曲全面换成安乐里吗？唱一段。猪猪侠的主题曲是什么呀？看一下啊，就是那个鞠鞠躬，童话里做英雄，不是猪猪侠，嗯，是猪猪侠，是这个吗？猪侠不就是鞠鞠躬吗？鞠鞠躬，童话里做英雄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，把那个。哇哦，谢谢饼干送的全麦大回给了哦，谢谢饼干，谢谢谢谢饼干，谢谢饼干。哦，就是这个药后面换成阿拉蕾是吧？就是开头，是开头那噜啦噜啦嘞，噜啦阿拉蕾，就那个鞠鞠波呀。啊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鞠鞠波换成阿拉啊，那不对，也不对，是我现在放的这个吗？鞠鞠波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，哪有鞠鞠波啊？鞠鞠波，就是你现在，就你现在这段。啊、嗯，就是这个噜啦噜啦嘞换成什么阿拉拉阿拉雷，阿拉阿拉雷啊、嗯？那你说什么鸡鸡包？听不懂。我没说，不是我说鸡鸡包。就是既然捣乱是吧？有感情哦。啦啊啦嘞啊啦啊啦嘞啊啦啊啦嘞啊啦啊啦嘞，勇敢向前进，前进有奖品，我要跑第一，要开飞机，开电视机，要 CD 机，要 MP3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太贪心。好了，够了，谢谢。谢谢六九哥，鬼鬼不生气哦。对不起，我不想那么差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各位，我一会儿我就掐着你脖子，我给你扔狗笼子里。阿拉蕾，可不生气。鬼鬼哥哥生气的话，那我自己去好了。哎呦，这个茶言茶语可还行。笑死了。